47院，急得不退转院。这一院的意思就是，如果我成佛的时候，他方是世界无量的菩萨众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字，就能得到不退转位。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，就不取正觉。这个既得，既就是不隔时啊，很快就能得到。这个不退转就是阿毗跋致，有时候是讲三不退。阿毗跋致三不退，首先是位不退，正到圣位不退到凡夫位，行不退，修大乘菩萨行不堕到声闻位，念不退，念念与一切种子相应。如果再加上毕竟不退，就是只要闻信弥陀的名号，不仅是你相信还是不相信，是赞叹还是诽谤啊，终究都能得解脱。如金刚种子布在内心，这叫毕竟不退。那从大乘通途佛法来看，这个一个菩萨想得到阿毗跋致位啊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不退转位在通途佛法来说，至少你要得到原教初住的位置，也就是破一品无明，你才能够说阿毗跋致。如果你在实性位，那都叫青毛菩萨，容易退转。那这个阿毗跋致的相状，你看就由菩萨大菩萨的那种样子出来了。龙树菩萨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有这么一个表述，阿毗跋致的菩萨的相状，等心于众生，不计他利养，乃至失生命，不说法师过，信要生妙法，不贪于恭敬，就是对一切众生有平等心啊。然后其他的比丘法师得到种种名闻利养，不嫉妒，不生嫉妒心。于是你对于其他的法师要尊重，乃至于你丧失性命，你都不要去说法师的过失。对大乘深妙的佛法能够相信，能够好要啊，虽然自己有福德智慧，但是这个很谦卑啊，不贪于他人的恭敬，能够具足这些德性，就是阿毗跋致的菩萨的相状。跟阿毗跋致相对应的就是违约智，违约智就是可能会退转，这个阿就是不的意思，如果前面不要一个不，他就有可能退转啊。所以在违约智的位置上有两种情况，或者他退转就是败坏者，或者他渐渐的修行得到了阿毗跋致。那败坏者的相状也有他的特点，懦活无自干，号邀下列法，身着名利养，其身不端直，令度于他家，不信邀空法，但贵足言说，是名败坏相。无志干就是没有什么大的志向，对于修善除恶没有勇气，
号腰下跌法，对那种二乘法以及外道的一些东西他很号腰啊，就类似于有些本来是信佛的啊，结果一听法轮功怎么样啊，又觉得好，他就修法轮功了啊，类似于这样的号腰下跌法。对这些名闻利养很贪恋，很执着，内心是机心用事，不是正直心。对他人的利养他很嫉妒，对自己的一点东西很吝啬，对大乘般若的空性他不好要啊，只是喜欢那些这些名相概念啊，说啊言说方面的东西，不是真实的在心地上下功夫啊，这些都是败坏之相，不能成为阿惟约智。所以这个一个菩萨动经无量劫才能得到阿惟约智很不容易，所以法藏菩萨在这发愿，只要闻信我的名号就能得到阿惟约智。这是指他自己还在他方世界修圣道门，通读佛法也能加持他得不退转位。如果这些菩萨当下他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那都是阿毗跋致菩萨。那不仅是菩萨一句是阿毗跋致，就是五欲啊，这个五逆十恶的众生，下品下生的众生，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都平等的都是阿毗跋致菩萨。